啊！What the fuck！ 我他妈卡到了桥里面，你妈！我咸鱼今天就是要翻个身，就是要翻个身，哎，对不对？就是要翻个身，操你爸爸！翻身，翻身了！好，往远点点啊，走！看到了吧？看到吧？哎，上来！好，有什么难的？啊，有什么难的？来告诉我来，我们往前稍微蹭一蹭啊，然后一个大跳，吓死我了，哎呀吓死我了，大跳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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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常操作啊，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如果我们在推关的过程中啊不谨慎啊，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。撤撤撤，分分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啊我对登山的向往，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身为一只鱼要越来越远离鱼塘啊，是吧？难道在鱼塘里就没有梦想吗？是吧？一定要那个什么吗？一定要往这个高处攀爬吗？一定要上到高处吗？那你开挂啊，兄弟啊，是吧？那要不你只能在鱼塘混呢、啊？这个，走。哎，然后 ，OK， 这样，哈。我已经觉得我站得很远了，这儿吧，好，走 ，yes yes yes， 我操你奶奶！这段我们谨慎对待啊，谨慎对待啊，好的，啪，别。这个地方我跟你讲也挺危险的，跳不好的话会从直接从后面回去。哎 ，fuck you，yes， 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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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到达了一个新的起点啊！再来，再来，好，好个奶子！我怎么都没有看到那边路在哪儿啊？这个管子是路吗？我不敢冒这个险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想这个管子是不是路？哦，是路，是路。好，绝世大跳 ，yes。我们哎，我感觉我要到了一个很难再落下去的平台了。这是个好事啊，这是个好事。我们稍微稳重一点啊。你看这个平台，怎么看都是只要上去就不会再下来了。哥们儿，那咱也得先上去啊。哎。新的起点啊，这我他妈要能掉下去，我就是那个。走着，哎，操你爸爸！哎哎，等会儿啊，哎，好，哎，操操操，哎，我们这把要跳灯是吧？很明显啊，跳这儿，哎，操，他这个得有一个最高点起跳，矮点都不行。位置别说啊，设计的还是挺严格的。要这样跳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什么叫高手啊 ？This is 高手，是吧？这就是高手，这就是他妈的高手！再来啊！小心点啊，咱不能浪啊！高手的死法都是浪死，我们要稳稳的啊！稳稳的、啊，还行。这个地方我觉得啊，就是刚刚慌了，我们应该把这个起跳的位置啊设的稍微再矮一点。对，像这种位置啊，一下就，
还行还行还行啊，没事啊。哎呀哎呀，我怎么过来的？我一定不要下去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怎么过来的。哎，来了，我的发。哦哦哦，哎，这里有一种回到起会很容易回到起点的感觉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感觉？你们觉不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容易回到起点？但那绝不是我！我就说绝不是我吧。哎哎，哇，这里危险了，这个箱子一看很容易跳下去了，这个箱子很容易就跳过头了，应该没问题。这个位置一跳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好，走一点。啊！我就上来了！啊！没事啊，这地儿我现在熟，这地儿我现在熟。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，让迷失的孩子不不不不，还行，没掉到最下边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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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认得这个地方，我认得。爱他的男人很多，那我又算什么？我在梦中一切都有。是什么？我想回家去。虽然我咸鱼，但我有梦想。我的梦想就是变成汤楚玉，汤楚玉 ，yes yes yeah， 新地点，新地点。这个地方啊，我觉得这样跳上去是最安全的了，高度感觉不太够，可能要从这边跳才行，很伤。来吧。命运啊，是眷顾我的。命运啊，是站在我这一边的。啊啊啊啊啊啊 ！Yeah， yes， yes。哇，通关了吗？哇！我就是要告诉你们一个道理，就算你是一个手残，就算你是一条咸鱼，只要你持之以恒，你仍然有可以翻身的机会，你仍然可以达到人生的巅峰，知道吗？不要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，相信自己啊， You can do it，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啊！咸鱼终有翻身的那一天啊！因为咸鱼啊得两面煎。